妈上阿美语课，有啊。妈妈怎么讲？忘记了，全部都忘记了。看这边，看，不会就是不会。那个男生女生，看镜头，转我这边。不会就说不会，忘记就跳过哈。水，狗。没有教过，没有教过。瓦什么？狗叫瓦什么？瓦柱。哦。牛。好像叫乌龙哦。鱼没有教过，否定念一次，否定啊、哦，还你讲三个你会的好了，阿美语单字，法法西样是那个女生哦，嗯，法西那样是男生，哎、欸，很好啊、哦，很优秀啊、哦，再来，阿嬤怎么讲？我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嬤怎么讲？阿公阿嬤不知道。很香会不会讲？很香跟很臭。很香叫 Francis 念成。Francis。很臭呢？安都来。安都来。瓜牛。没有教过。祖母绿。祖母绿。有听过吗？啊？有听过吗？牛怎么讲牛？最想要你的主播。嗯，哎、欸，对，我是本来找你们。等一下，你要打球？对啊。因为我昨天在拍棒球，舞龙。不知道。好像拉拉木也是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。你现在玩棒球？对啊。你刚跟谁打？唱一首歌，下面的人会。你装傻，快点！唱什么歌？一小段。唱什么歌？随便。萧敬腾也是阿美族啊，那么会唱歌。你要走过来。阿令啦、啊，萧敬腾啦、啊，张震岳都阿美族，阿美族很会唱歌，又大方。快点！你们在那边打棒球，人家也在下面拍，你不能躲啊。怕什么？昨天是你哈，你是不是蹲在那个普通那个电联车上面蹲在那边？昨天是你那个鞋子踩在椅子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你。不是我在旁边，你昨天不是蹲在椅子上面，有没有？哦，对不对？我就跟那个站长讲说，站长叫那个小朋友脚放下来。我要。你居然老师叫你把你那个鞋子踩在那个椅子上，你夸张。快点唱一下。你坐火车的时候。对，昨天电联车五点多的。看到人。一小段，快点，转这一边。以后你棒球厉害，很多记者会访问你啊，要习惯了。我唱《世界这么大》还是遇见你？好，都可以。唱几段？越多越好，越久越好。预备起。世界这么大还是？看镜头，看镜头。等一下，我不能唱。他们听不到，他们听不到。没有。不要，我先想。真的？我听车的回忆，车要唱上前面。看镜头。遇出到这个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，想空要告别一句再见。
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，失落的时候只想像我一样相信你自己，世界这么大还是遇着你。哎呦，忘记了，很好，另外一首。你唱得不错呢。你的答案。好，开始。你好。你不要是讲双击六六啊！等等，我先投一下。好，你先投一下。第二首。忘记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想想看。你那个手是被水烫到吗？不是，白斑，天生的，一岁半就有。啊，只有那手上那样一点点哈。相机在家里。你走开，我唱啊。好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他。你先想一下。直接跳过第一句。好。快点，你走开。他没有在听，你这是在唱。你走开！别别别，我等他走一点点。哎，忘记了。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你会 B-box 哈？那就开始表演喽！预备，开始。我真的加手了。你很好。看这边，看这里哦。再来，再来一点，再来多一点。继续长一点的，再一点。温的，稳劲。准个过来，你讲什么？吴大师是超屌的意思，不能乱用，就是超屌、超厉害的意思，有没有？牛逼，那个比比是属出比喻牛逼、超厉害的意思，不能乱用哦。跟我唱唱唱歌，你的答案。也许世界就这样。我爱。一起一起。我也爱在路上，我没有乱忙啊。你们两个合唱吗？继续走了，有没有？向着风，看镜头唱。有风唱啊，勇敢的向前冲，你领着那阵风就会上天涯。换你，那不错呢。好，换你接。加油！加油！恭喜的年轻人，这样，祝你再喝，加油！
你会到齐。齐龙加油了，齐龙。是吧？我在买耶，我都是买耶。好，欢迎接定。没有，我前几天在拍棒球两天，篮球八天。好了好了，嗯，等一下，我在想，我在想不到。弟弟要念大学哦，还有，赶快去学吉他，你到时候可以自弹自唱，会超帅，帅到爆。看这边，你又会打篮球，又会读书，会读书，读一点书。看这边，会打棒球，又会唱歌，又会弹吉他，女生会疯掉，有没有？哦，今天领多少工资？来，快点！唱完了。你敢在教练面前这样啊？教练会修理你哦。我修，你说教练，我练完了。叫你跑一百圈啊。嗯，想一下还有什么歌。你们学校好像很多赞助哈，我看网络上好像蛮多赞助的呢。哦，我知道，唱几段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很多都忘了。好，一想到你我就呼呼呼呼，想象被忘就呼呼呼呼，想下的想下的想呼呼呼呼。你是泰雅族吗？当然。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？当然。螃蟹呢？螃蟹是那个嘎什么啦？嘎浪。不是。啊？螃啊？在乱念。真的，我们跟阿美族都不一样。再念一次螃蟹。不要啊。再念一次。不要。好，快点。那个听妈妈的话会唱一小段。哦，听妈妈的话好了，别让她受伤啊。怎么接啊？这样不好接。好，我接试试试看。哦，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。别让他受伤，往上面什么降自己降音。哦，不行。哦，对，我最后讲完这个，我讲完就好，再坐着坐着。把那个名片捡起来一下，就是都给丢地上。谁的？来，我再讲一下哈。是我的吗？没关系，先收着收着。看这里，一定要念大学哈，还有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吃槟榔，不可以骑摩托车，也不可以给人家载，很多载了摔出去。过世了，或者是脑震荡，或者手脚断掉，就不能打球了。不要给人家乱载。谁哭？什么叫谁哭？不要！你们在听叔叔讲什么？有。哦，那个。我来自台东，我喜欢充气娃娃。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，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。完了。接力。大学想念哪一间？有没有听过大学哪一间不错的棒球队？不知道。文化辅大有没有听过？去查。做一个我看看。文化跟辅仁大学。辅仁大学。哎，国小毕业要念什么？国什么？国中讲一遍。国中啊。那国中毕业要念什么？高中。高中毕业要念。大学。对，大学毕业还可以念两个什么？高学历的研究所，讲一遍。研究所。好，好，那研究所毕业要念最后一个最高学历的是什么？博什么？博士。博士。懂哈？再念一遍，从国小念到博士，预备起。我一直忘记的。就是升学，一路升学要怎么念？国小。国小毕业念什么？对。高中、大学。嗯。研什么？研究所。对。博什么？博士。博士。人家讲说聪明的都叫博士，小博士嘛，懂不懂？博就是博学的博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博士。一、二、一。我有两把枪，长短不一样，短的打十发。
长的打姑娘。长的打什么？姑娘。短的打什么？爸爸。谁教你唱的？妈妈的爸爸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醉。欣赏的那个大联盟球员有谁？不是我说，美国大联盟哦。没有看哦。没有。要去看啊。我就在看。那个台湾职棒，你最喜欢哪个明星？哪个那个棒球明星？兄弟队的林志胜。林志胜为什么欣赏他？欣赏哪里？打击。打击很厉害啊。他读哪里毕业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要去查。你喜欢他要看他，他怎么那个求学的历程，从哪个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念上去查，懂不懂？要看他大学念哪里啊。那如果你的英文好不好？有点好，之前有100分过。哦，棒球怎么讲？忘记就是忘记，没有关系。忘记了。Baseball。play baseball 不是发胶怎么用爸爸的香蕉你不用香蕉爸爸的懒觉很大我有看过689公分的现在长140公分 yes 长八十几公分 yes 177公分我看过了不大行你真的是啊你那个跑步会不会讲？没教过。Run 念一次。Run。懂哈？胜利赢了怎么讲？赛败。一个是 win。win。或是 victory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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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有念错的话，再去问英文老师哈。用手机去学英文。很多那个被大联盟挖角的高中生，他到美国去读大学的话，他就要学英文。很多棒球的优秀的嘛，有的是不是到日本去念高中？有的被挖角到日本到美国，被球探发掘，他就去美国或日本，他就要学日语跟英文，懂不懂？你现在的话还很年轻，赶快自己把英文学好。有时候会碰到外国来的球队嘛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你们去打那个桃园那个什么杯啊，他就有那个韩国的啦，又比日本队啊，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出国去，你就可以用英文跟他们年轻人聊天，懂不懂？不然就会变成哑巴。去学英文，懂不懂？以后读书工作都有帮忙。记得现在开始练吉他，去学。
去学。阿美族很多会弹吉他，很多体育的会弹吉他。你表演可不可以表演篮球？不会用篮球表演嘛？不是唱歌就是跳舞就是乐器表演，懂哈？嗯。要加油哈！那个上课有没有都在睡觉？没有哦，我们学校有一个435的曾一成学长。曾一成哦，哪一组的？德鲁古啊。阿美族呀。阿美族每天睡觉。对，那个。他上老师的课，然后晚上都在玩电动玩具、手机哦。没有，我们宿舍每天写都写功课、啊，然后你们是坐他旁边嘛，他就枕头，对。曾义成哦，嗯，你们全部都住校吗？没有，比较远，比较远的住校。嗯，你们球队总共多少人？复原国校，复原嘛哈、哦，嗯，总共多少人？26哦，很多呢。只有9个住校。对。只有棒球队的住校，没其他人都没有住校。没有。都住附近嘛。你们上次那套红色的衣服蛮好看的，球队的衣服。去年我看到那个桃园那个什么杯忘记了。那你们？你说那个？我太阳你叫什么？我当时比比。你大嘴皮皮，我弟弟叫我大嘴皮皮，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了，我上课我大嘴皮皮，我大嘴皮皮的课我大嘴皮皮。泰雅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嘴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不不，雅雅买头，雅雅买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跳舞大嘴皮皮，哥。欸、跟阿嬤住在一起吗？复原。你复原有跟阿公阿嬤住在一起吗？什么？再讲一次。你们复原是住哪里？宿舍。对，那你们老家在哪里？老家。对，就是那个阿嬤的家在哪里？寿丰。哪一个村？光荣。光荣。平和街。哦，光荣的、啊，就是那个很大的部落。加油站旁边那个部落吗？对。你是光荣的、啊。对。哦，那怎么会跑去复原？怎么没有？就花莲市不是好几个国中有那个棒球队？化人啊，花岗啊什么的。嗯。哦，爸爸叫你们去复原、啊，怎么没有去三民？玉里不是有个三民？要很久才能比赛。因为你们转过去是不是？要国中，国中、高中才能去。那你要加油哈。嗯。我当时比唱一首嘛。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你妈妈击败，好了，唱吧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爽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姐。来。来一下！你真是很勇敢的女生哎你。别那个隔壁学，加我进来那个老师啊。隔壁学老师，加我进来那个老师。那个叫黄飞那个老师。蒋轩的，黄轩那个老师。我会选一个同学。好嘞。他这样，这样。林志胜。我会选林志胜。来。许大卫，冠宇。大卫，你真的超像罗志祥的，再来一次。你会不会那个罗志祥的那个舞蹈？不会呢。什么 Only You 那个有没有？他会那个，他会那个 Michael 的，那个 Michael 的，我们公主的。你们帮他等，快点！你们帮他唱，他得做，得开始。多一点嘛。对。那个 Michael。你的麦克，哎呦，干你妈！你妈的！运了！干你妈的！那个是印度话吗？印度话。No！点菜太忙。干你妈的！谢谢大家。来介绍一下那个排湾族名字来。啊？排湾族的名字叫什么？
当阿达。当阿达。对，当阿郎。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当阿达。国语。啊，我的国语名字吗？我叫。走。先自我介绍，你先在那边拍我。啊，我讲阿美族的名字。你好。我叫嘎照。嘎照啊。然后，我的堂妹是我晚上堂的。然后，我跟我的太太是跑道系毕业的。跑道系毕业，跑道系是只吃针。在太阳民族叫感应脑部。感应是针，脑部是。大家不要误会哈。那等一下想到什么要分享的再告诉。这件衣服吗？这件吗？这件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好看。那个穿起来。还有另外一件，我给你看。你爸爸是那个有留胡子的那个、啊？嗯。你爸爸有留胡子吗？有。嗯，它是两套吗？啊，还有蓝色的。哦，蓝色的。那个棒球队的，你们能高杯打第几名？有趣吗？有啊。因为我是后面两天去啊，高杯高中组。我们没有晋级啊。你们输给谁？我们输给例行。哦，台中那个例行啊，他们也是很多人哈、哦。你们那个学校有比赛，跟叔叔讲用丢名片，怎么又丢掉了？你刚刚放在这边。我旁边嘛，昨天没拍到你，昨天是拍晚一点。没有，欸、没有我的羽球，我跟他打架，他去练饶舌，你那很脸很帅，很适合饶舌。没有，我不是跟他摔跤，他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，没有，我适合。我们不是在摔跤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们是两个哈？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你看，我适合打手枪。这是我们的班导，拍一下，两个班导。要跟我讲哈，有空我就去拍。好，你就丢脸书，几月几号在哪里？有空我就自己会去拍。好，公开比赛，那个任何人都可以去。如果去学校里面拍你们练习，就要问学校跟教练。你会不会 B box？ 他会，他很强。你们两个都住校？嗯。哦。那个。介绍一下复原的教练，阿美族吗？王教练、三茂三教练、梁教练。他们有什么优点？他们教学好不好？好啊。哪里好？功课是先低，然后再来是棒球。哦。是。有没有？你们不是礼貌第一哦。啊？教练有没有教你们要有礼貌？有啊。哦。那教练就这样介绍完了。礼让学长。哦，礼让学长。那个。那比比我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，五大师比比。现在五大师，我想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。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可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，比五大师我啊。比是我大伯，伯哥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你会不会画画？不喜欢画画。不喜欢画画。那会不会游泳？会啊。有游泳课吗？有啊。你们去哪里上？学校。学校游泳池。你们那个学校游泳池？这个学校也有，是全国上。这是后来盖的、啊，你们那个复原也有吗？有啊。我没有看到，那有对外开放没有？啊？那个平常上完课下课放假有对外开放吗？你们复原国小的游泳池没有？是我们那个教练，开学的话教练会那个三茂三教练总教练会那个，总教练要上游泳课。你们学校好像有出国比赛吗？是不是？之前的学长。哦，去哪里？加拿大。去几次？去过几次？美。去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
纽西兰。没有。好，你先玩球，等一下想到什么要分享告诉我哈。林，等一下，林恩哈。嗯。阿美族名字再讲一次。阿美族的名字。我没有。去叫阿妈取一个。等候，爸爸跟妈妈都是阿美族吗？对啊。那一定要取一个阿美族名字来。哎，没有，是的，爸爸是阿美族。妈妈呢？要拆照，那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。好。那个店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林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。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线吗？不知道。那个手机哈，看这边，手机有那个录影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在部落或在学校放假休息的时候，就拿手机去录老人家的母语阿美语，就一句一句录，那很好玩，很简单。录下来简不简单？简单。那录下来是不是可以放无限次，一直重听？嗯。那这样学阿美语会不会简单？不会。你忘记就听，忘记就听，有没有简单？有啊。对啊，懂哈，记得用那个手机去学阿美语或学英文，会忘记的话就把它学起来。篮棒球怎么讲？再讲一次英文。Baseball。哎，我一直想 play baseball。那不是我的。也可以啊 ，play 就是玩或打。Baseball 啊，记得啊，你是棒球队的，一定要记得棒球哈。Baseball 这样是。Baseball。明星怎么讲 ？Star。Star。懂不懂 ？Star。Star。S T A R Star。Star。对。懂哈？嗯。我有一次英文考烂，76分，但是还是英文。不用第二一次复习，你们是不是要每天练球？看这边。那么为了今天的表演呢，特别颁布非常。每天练球才会进步，那个功课也是一样啊，每天要复习啊。暑假作业先写完。记得要练习功课，懂不懂？有没有去过这边秀林乡的或新城乡的图书馆？没有去过。有啊，书店。哦，那边里面可不可以看书？可以啊。那记得有时候去里面写功课、看书吹冷气，里面有没有冷气？不上。对啊，你们是不是可以去？上面写功课跟看书，棒球队，新城棒球队上课，客人可能在楼下参观。你们应该也可以吧？他们应该会照顾你们吧？你们是棒球队的。到。好，那加油哈。好，那你先打球，等一下我想到什么再跟你请教一下哈。谢谢，怎么讲阿美族话？啊什么？阿赖。阿赖西。啊。谢谢。对。李弟，棒啊！李弟。李弟是什么 ？BB。哦，那个，哦哈。我姐姐还给你一切，别说谢谢。你说 I love you。坏人。谁敢承担的陪你飞？姐姐，不要再叫我。你敢跟他们那个十八度吗？我说的敢，三加十八度还敢？超过了！
声呢、啊。表情，阿玉又劈腿了。你敢在家里偷偷叫孙子哈？干嘛玩？如果孙子敏感，超过了，超过了。